阿布，你要干嘛？不，你又猜你的，你这鳄鱼和你有仇吗？啊？阿布，你再乱来啊！等下你床给你咬坏了。你不要这么嚣张。你的床你要咬坏了，你冬天就没有床睡觉了啊！我和你说啊。你猜，你有本事你给我猜，你有本事给我猜给我看，刘不宝啊！刘不宝，我和你说啊，你再猜，你再猜，今天晚上你不要想吃鸡腿了，我和你说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喝什么喝？每天这么嚣张跋扈，你个死狗仔！你把鳄鱼拆了，你怎么睡觉？又来又来又来！刘不宝。刘不宝，你现在是不是把我说话当成耳边风啊？啊？是不是我说的话都是耳边风？啊？你能回我一句话吗？你先坐下。你可不可以尊重我一下？长得又肥又胖的还这么嚣张，哈！你再对我嚣张，我马上把你卖到狗肉馆。老板看到你这么肥肥胖胖的，直接把你给毙了。知道错了吧？